在中场这个位置的话，发散点看一下往哪里选啊？对，我感觉出生在中场还比较难受，因为你在中场就意味着没有其他人在中场。对，而且你在中场就意味着你要去选择一个点，然后你要去走一个顺时针。对，你过来的话，二楼这边看一看，一看楼上站个人，哦，好像还没看到吗？哦，应该看到了，排下一个点了。嗯，对，然后这边天赋上我有这个暴怒通缉，有幽闭恐惧一带。是，这天赋你要是把屏幕一盖，你以为红夫人？确实。那上来的话看看先找到谁吧，先随便丢个雷啊，随便丢个雷意思一下。前面的话是易森，但是不好追啊。追易森来说的话也没办法，因为虽然说他角色不好追，但是他是本场唯一一个没有窗弹射的人。确实。这边要不要拉钩走还是很自信。哎呦，这个二连的话今天这个假脚开口有点大。知道。哎呦，这个弹射上去的话还能躲。那这个钩子怎么说，有勾点吗？没有勾点的呀。没有好的勾点。对啊，那伊森这边吓唬吓唬艾丽。其实刚才勉强勾也行，但是应该拉不开太多距离，所以他就省了一个钩子。行，硬吃一刀也是可以的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外面先知还有一只鸟。哎，这个密码机进度还蛮快的，非常快，感觉没干嘛呢就快三台了。这就是这个刷点的一个好处。对，完了，这边二楼能飞下去很远。哇。楼下这边还有一个18，这个病患是真不需要弹射，然后这边还给一只落地，还有预判狗。天哪，这难受起来了。而且你追病患的话，就更加断绝了求生者用化险为夷救人的一个思路了。是我直接前方，哎，那所以说这会要必须换节奏了，18了，因为对，因为刚才医生已经拉得很远了。行，十八的话，刚刚没有选择去和病患走一个方向，然后去绕大房。是，他就想两个方向走。哦呦，这个雷没有连到，这能没连到，差一点哦。对，因为他是在第一颗雷的一个末端放的雷。哎呦，没错，开始走雷了，要秒。哎呦，还没打到，是有点伤了。感觉是有点故意在躲吧，因为这打到一刀的话还能转。哦呦，这也能躲，这也没躲掉吗？哇，前面直接下板吃炸就好了。哇，再完美下板，还好是炸到了一下。对。天哪，这么点的缝都能躲！看一下密码机的话，已经三台冲着三台半去了。对，你看想过来套路一下，但是十八，他是一个跳下之后人跟丢了吗？这是不想追了，不想追了，反正是没了，反正是没了，不知道为啥。那艾丽这一把的话，连这个闪现都没有太好机会去交啊。对，因为这个阵容他的拉点能力太恐怖了。是，这一会儿的话再追，隔一墙之隔，可可的先知看有没有意识到。艾丽现在他就算秒掉先知的话，只能说赌一手草哥的失误了。是，哎，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啊，这到这一会的话节奏太好了，枯草这边前锋已经开始换道具了，已经。虽然说换了一个，对，他是想把这个球开门站留给病患吗？有可能，但病患的话还得再用完一个钩子。哎，这边过来追你了，那我就不好意思，这个球我自己用，那必须要拉了。对，先保命。但他这一会儿的话，其实追枯草应该是最难受的一个点了。对，哎，不对，他如果现在能把枯草击倒的话，外围救人很成问题。救人的话可以让伊森这边过来卡死，大不了就两个人一起。对，反正这密码机也够，是压满密码机，两个人扛出来是够的。而且况且他现在还没倒。哎，对，这个闪现艾丽还敢不敢交的？这会儿感觉节点。哎呦，这一刀出来有点急了，想省一个闪。对，他不想交闪，那前面还有。那这一话实在是走不掉。对，邦邦的延迟刀还是不会辜负他的。看一下密码机，外面两台飞快的在那跑啊。对，这样的话，只要有一台球量，卡半就能过来，甚至可以两个人过来。对，球稳的话，两个人过来是没问题的。对，要不然就一个人贴门，然后让没错有化险为夷的病患一个钩子到脸上，把搏命套出来也可以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觉得倒地开的话也能去稳一个三跑。现在已经压好了，就谈笑间密码机已经好了。是，天哪，那看一下怎么救，应该是先知过来，然后十八也绕。对，先知吃了通缉。对，那这个化险为夷他们还想留吗？但是前锋的话他是过半了，没错。哎，看一下这波防守吧。两个人同时过来了，这波防守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防下来的可能的。对，直接扯了。艾丽这边甚至不能出平 A。对，一个狗咬到了，可以直接亮了。拉开距离，怎么说？直接亮了，直接亮。这个闪现没有空间。没有的，能不能快速击倒枯草，然后用底牌再做一做文章？有点难，他觉得选择先去拦门，这个闪现他不能交，他交了之后意味着没有拦门能力。拦门的话就还有说话，外围依然有化险为夷。对，那就选择先拦门。这个十八每次交完狗之后啊，都会变成艾丽去换追的一个对象。是的，前面再交一个弹射，这个距离拉不到呀。哇，而且艾丽这个闪现是真舍不得交呀。他现在不敢交，对，他现在只能说不交闪现，击倒之后立刻传门才有机会，要不然大家都走了。
这里花反过去又没有打到，没有，那这个闪现交了，我觉得没机会了。交了话稳留一个吧，或者就不交，我就在这给你耗着，也行，都一样。给到一刀，刀带走，那外面话应该是散跑了。哦呦，这个唐人街狼队选出来，哦，这个是二楼刷点，那就是最对监管者来说，这个图可能最糊的一个刷点了。天哪，看看前面是谁吧。哎，果冻，果冻，果冻，果然呀，不愧是他，不愧是他，不愧是果冻，老撞脸人了。是的，哎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撞到，哦，撞了，撞了，他要骗，骗红光，对，骗到了一点点身位，这边预判狗了。看，哎，这个狗回去肯定能咬到了，咬到了。对，哎呦，本就短的腿雪上加霜。是天赋方面果然是带了一手淬火，还带了幽闭，而且还是带了抗云，是为了针对祭司的洞啊。对，这边一个十秒雷封一下你下楼的一个方向，但是是不是有点，还是十秒往上的一个雷吧？是，往前面。看一下下午下火，然后可以再能封到，再来一圈。前面这边的话，狮子看一下找机会，应该是要帮他把这板下了的。嗯，前面应该是下楼了。对，下楼的话，前面应该有刀了。这个板有刀了，果然已经下完了。但是吃完一刀之后不敢往前面硬转，这个节奏已经不错了。对，对于小马哥来说，这个节奏不错，因为他是带了一手闪现的。是我给了一刀之后，其实就是闪现跟你拉距离，拉到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刚说完，这边祭司没有距离了，串联了串联了，开始了。对，好远一个洞，二连。这个就是刚刚说的，你不追祭司，你也得追祭司。对，而且这一波你过去之后，你看这个人还能不能找到呀？脚印还能看到，还有脚印。但是你看这什么，两个洞从一个二楼到另外一个二楼。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祭司串联洞，这个板你还必须得踩。天哪，唐人街就是求勇者的家吧，太恐怖了。就马哥前面的话好像也有几个雷，好像有点小失误，他其实是扔到二楼去封一下走位。对，他是选择了封楼下，刚刚是的，他感觉那个有一个雷没有扔上去。对，那这话再一个狗又是预判咬到，好极限呀，果冻，这个狗都感觉是狗马上就要回头了，正好，哎，这个小熊给接到了。是的，前面远程二连能连到吗？很关键。哎呦，还是没有连到，这样的话上二楼还能再绕一圈。不过还行，稍微逼迫了一下果冻的走位，是这个距离是能拉近了。外围还有一只鸟，但这个闪现也不太好交。对，五秒雷封一下楼梯，封一下 C 字楼，这样的话上去的话看有没有人吃到一炸，哎，再躲。哎呦，还是炸到了，给到一个石头。哇，哎呦，有点亏这波。是的。他这里的话，如果说提前下这一刀抽不到的话，可至少可以逼个闪吧。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想要鸟。哦，要了，没给上，哦，没给上，看了没给上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把赌注全都压到狮子的这波救人上了。对，你还真不好说，这一波鸟如果但凡当时那波给到的话，再来一圈，这把可能马哥也炸了。因为我刚想，如果你要鸟的话，其实可以选择不下板的。是，如果你放炸弹，我就回头走楼梯。嗯，我觉得你连不起来。但我觉得那个板还是得下，你下完之后，你不论如何的话，至少把这闪现逼出来了。对，没逼出来呀。对，有鸟的话。还行，有鸟能逼出来。对，有鸟的话还行。看一下狮子这波救人吧，这波很关键。对于小马哥来说，为什么说节奏比艾丽好？就因为他可以去守一次，顶鸟救，人家去最稳的方法，再补一波狗。没事，是。那就下一波守一剑，但下一波密码机压好了。对。哎呦，那这个节奏一般般了。有鸟在的话，确实是影响还是蛮大的。是。不过前面还是能够终结掉。哎，还能撑。因为刚刚遥控雷是用过了，对，这边也是撑过了一个化险唯一的时间，而且顺便可能排一下地窖的位置了。对，这边给一个带走，是这样的话挂上之后二就卡满，对，甚至有个人可以贴门，而且邦邦的话他缺乏开门战的终结能力，所以说这个底牌用得出来用不出来又不好说了。这一会儿这个闪现到这会儿不交的话，他真的是不能交了。不能交了，不能交了。这个窗户，来来来，给它翻，先把这个翻坏掉，哎，翻坏掉这个窗，哎，小熊翻窗，可以啊，哎，很可爱啊，对，感觉。四翻好了，来了，看一下欢哥的救人，五秒雷先骗一下，哎，压好了，其实无所谓，给一刀，给一刀，直接扯下来，然后钻洞，钻洞之后看，哎，放狗密码机亮不亮？可以考虑亮，这还不亮？难道说到了天门再亮吗？天门吗？哎，直接亮了，然后那边。能看到，哎，现在有点犹豫。狮子，天哪，这可是狮子！啊、小马哥，你要想好。要追狮子吗？不太好吧？这可是狮子呀！我的天，这些话是不是要先驱赶一下，然后后面要贴一个传送呢？底牌接传是可以的。对，但是外面有个大洞没有处理掉，也有点危险。没有炸到。哦呦，而且还要追的话还要换，而且地窖是在角落的，应该要传了吧？这再不传吗？这边传了，传送来了，到脸上是谁？缓和，哎，缓有点慢了，感觉走慢了。对，他是应该是传送的，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对，那还行，先留住一个。对，但是也是一个一挂。
他们应该是要怎么说，要保三跑了吧，我感觉。我觉得稳三跑就比较好。稳三跑吧。对对对对，比较好。没有必要，就是眼睛是吧这么红。是。没必要，而且他这个应该也做不完这个挽留的时间。做不完，做不完，对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打平了，这个小树林是487，那这个刷脸已经是应该是最好的刷脸了。节奏好，小马哥，这一局的节奏是真的好。上一局节奏好，我是骗你的，但这一局是真的好。这一局真的好。那看一下追击487的一个时间吧，因为理论上讲，先知是整个阵容中最脆的点了。是，哎呦，还是插眼，这一把是插眼哦。哎呦，对，小马哥也喜欢在军工厂带插眼，他排位里也经常这么带。是。哦，那插点的话好追吗？先封窗，先封点。嗯，哎呦，这个守卫，哇，别翻了，给到一刀吗？哎、没有，想堵那一刀没有堵到。对，我感觉他打的偏了一点，打在了，追到了墙上。对，他如果能极限时间炸掉之后再给一刀的话，甚至有机会正手，我感觉。对，但是四八七这边他是在眼的范围里溜啊，对，他没有选择出去。这五秒雷，对花拖解翻。翻不过去应该，哎呦，这也能折掉，哇，这也能折掉这个雷，我以为是必中的，有一个交互的减弱嘛。对，那看一下前面要空地躲雷了，经典。他这一波的话已经顶着眼的话，等于说两层雷过了，应该是。对，其实马哥可以就是省省雷上去先拿一刀嘛，下一波再终结，对吧？就算你是连到了一下雷的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是，前面的话这个二连很关键，对，雷有点续不上了，骗一下。看一下，没连到，还没连到。这个雷应该是往板区封会好一点啊。哎呦，一个延时刀抽到了，两波狼队的求生者两波倒在了抽刀下。抽刀，对对，直线刀是。看现在有没有地下室说法啊？嗯，看一下。哦，没有。木屋没有地下室的话，这个过来救的人会是谁呢？因为现在无论谁过来救都是有些风险的。对。哦，佣兵。还是让佣兵。那这一环密码制药虽然说是奔着三台去啊，但这波救人很关键，你万一说给了一个双倒的话，其实节奏是还回去的。所以说他们不能派病患来救，要么就果冻来，要么就是不是不能派病患，要么就换鹤的佣兵来，要么就果冻的。来一个护腕到脸上，狮子血线还比较健康，可以被搏一下，直接上手掏过来。那这样的话有点亏，这波手乙。嗯，那下一波的话就是空军过来了，是吃一炸几乎等于无伤啊。对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下一波有一把枪呀。是。那对于小马哥来说，怎么考虑一下怎么把这个人守下来？因为果冻他那个密码机应该是有人要过去补的。嗯，这个上挂时间的话，感觉密码机会不会差一点点呢？嗯，起码说他有枪，虽然说没有化险唯一，有枪的话还能保一波二次牵制。那就得是让空军过来救最好的。对。哎，不对，空军的话密码机是少的。对，那就不好说了。这话甚至可以逼迫一下这把枪。哎，失常，但是打断不是打断没有用啊，因为失常是他不会是进入冷却的。对，给一刀之后还能再伤，但是外面先知被人被掏下来了。草率了，这波用枪打断失常。我觉得他不是想打断失常，他只是不想让他回去管四八七。哦。因为失常是打不断的，是你只要抢不开，我是还能亮的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守着他遗产，不过空军是个铁屁股满挂，外围兴起完全来得及，可以完全可以再起台新的。对，所以刚刚草率了说的是马哥，其实，嗯，哎呦，我觉得有点亏，这个时长用出来有点亏的，外围直接起新机是够的呀。对，哦呦，难啊这局，看一下前面这个雷能连到吗？没有连到。前面翻不过去了，再给一刀倒，守一下这台密码机，或者挂上来的话，干脆就往那台正在修密码机去走。他现在应该没有地方可以挂，要往外挂吗？嗯，他估计是想溜到那边，是吧？挂到刚刚那个四八七上挂的椅子，是，然后再去干扰小房。对，但小房的话，等等溜达过去都80了，非常的快。哇，这好吗？前面四八七，但是你还不能管他。哎，这边的话回手直接掏，难受。化险唯一套出来，那密码机压好了，压好了，这还在折，给到一刀，给到一刀亮了，可以直接亮。哎，不亮，还有犀鸟，犀鸟嚣张起来了，嚣张起来了。他知道你开门站只有一个时长，对，要准备四跑了是吧？
真有机会、啊。前面下个板可以亮了。是，看看中场有没有道具。立马接亮起。哎，有，真有换道具了。但是是一个魔术棒，还行还行，比没道具好。哎，但是四八七这个点有点危险。想回身再去追四八七。啊，有鸟啊，但是。对啊。很冒险啊，而且这些话看到队友这边已经小门在点了，就看一下狼队这边怎么样去赢一个四跑，而且那边是有地窖的，大黄这边是有地窖，这个板子还没有处理掉，手里只有一个市场。对于玄武门来说，得把四八七架在这儿，很难。喂，往前转的话，三连雷，三连雷没有连到，没有连到。他前面看一下遥控雷，还好是没有空，炸到一下，但是这有鸟啊，队友那边的话门应该可能可以开了。嗯，脸上这边大黄是有地窖的。小马哥的雷一定要保持在四颗以上，他才敢丢，因为他有留雷控鸟。他这会儿的话，应该是要等队友都能出门的时候，他应该可以顶鸟直接冲了，感觉。对，所以说小马这边要留雷，这边要冲了，要开始了，能不能一直到？开始了，完了，很难，这个鸟这边这个鸟能不能顶到关键的空军还没出，出鸟给到，没有给到最大呢。直接是四跑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真的是哦，这个刷点其实不太比较差，对，不太舒服了。而且借尸的话，他在木屋是不太会去排的这个点。脸上这边的话，先是枯草蹲了一手，还不让你知道是谁。哎，枯草当然随便蹲了，哎，直接咬到。哎呦，还得再逼一个护腕，是，甚至有可能吃刀。我觉得这会儿逼护腕是赚的，因为对艾丽这边是带淬火了，甚至还有可能吃刀，沉默掉。对，前面是短板博弈，想拿一刀吗？直接走了。嗯，那这样的话再交护腕、给一刀了，吃刀了，这个护腕舍不得交，舍不得交。对，枯草这边的话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直接追了，都一样，反正我闪现。哦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对，反正我是闪现嘛。但是有一说一啊，你这把外面毕竟是个机械师啊，佣兵你要是上挂坐得起，下来还能二六啊。嗯，看他这个护腕交不交。就两波你上，哎呦，这个板子也能砸到的吗？这个是心里独到了。嗯，通常我们知道佣兵是不太喜欢这种回头砸板的。对，看一下这个猫能咬到吗？还是咬到了。咬到，草哥躲一个猫呀，躲一个猫试试啊。没有踩到吗？没有，这闪也不交。贴膜。那护腕谈不谈呢？已经交掉了。交了。是。哦，护腕已经交掉了。对的。那这样还是交闪了，那佣兵这个牵制时间是够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波死追佣兵其实是有点给到求生者机会的。嗯，但是你别说，追佣兵病患有可能救不下来啊、也是，他想赌这一波首乙。对，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必须得来救。是的，那过来看一下，病患已经提前贴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不贪状态，等猫的空装机是可以救的。是的，这家是吗？这能挂进去？佣兵应该是不会再咬，他要挂遗产，他要挂遗产可以。吓我一跳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一把密码机好快啊。嗯，密码机快，然后你要不压遗产的话就更快了，压一下吧，还是。压一下就你得救呗。对。你只要救。这边还能保一下。是。等猫。哎，这里的话感觉猪仔勾引到了另外一边的感觉，肌肉手已经偷偷贴过去。艾丽这边也意识到了。是的。他想拉回去。哎，但是这一波跳上去给到刀。那十八那边人可以救，对，而且是一定能卡半。对，救下来的话，十八还可以保，而且啊，这是一个佣兵，不要忘了，你每次打他之后，人家15秒之后才倒呢。对，所以说你挂了佣兵下来之后都有二六。对，而且枯草这边每逼出一只猫，那十八，哦呦，这边可以啊 ，OB 从现在开始是吧？但是这里话感觉。那走不掉，那还能拖呀？赶紧把猫进入冷却，准备去防一下那个急救手了。是的。哦，但是急救手它跟前锋有一个区别，就在于它可以一直举着这个球拍，对，给你压力，去折磨你。是的。对，那十八这边要靠自己躲一个猫，如果没躲掉的话，就没有 OB 的说法了。这个猫怎么说？哎，吃到了，那没有说法，直接炸掉就可以了。没事了。炸掉之后稳挂。嗯，等着过来救吧。是，等着过来救。哎，但是猪仔那边在修，哎，在修那台很多吗？不多呀，那台最后一台。嗯，那这不被管吗？二阶了呀，现在。是想说让你过来干扰密码机，然后这边偷人嘛，不太好吧？哎，这个十八给到一刀，救不了了，这个人只能说猪仔过去换一下。是，跳过去，救不了，救不了的。哇，感觉这里。哎，机械来了，可可来了，那还可以，是，给刀一刀还能把人扯下来。那现在的话，你们都是残状态，我甚至可以去管密码机。是，密码机的话有没有刷下机会？十八这边开始打团。哎，那边一个猫咬过去，看能不能咬到。还是咬到了，哎，没咬到，没咬到，但是能给刀一刀，密码机够吗？应该能压好。但够的话，中场有没有道具？等一下，不着急。他们有没有布置过道具？
不着急，但是剑士手里是有香水的。是的，但是佣兵的话，他现在需要位移性道具，我甚至可以不追佣兵，我追可可呗。有闪现在手，放一只猫，下一块板，可可这个走位能不能躲掉？躲掉，但是闪出去，闪现这刀没有打到，把猫拉回来，再给一刀，应该是要倒的，但是病患还有搏命，对，病患还有搏命，而且这件事是一挂，对他们想操作吗？看一下，当时我还没看错的话，可可手里是有个香水，这个香水有没有换给没有。枯草这边是拿了一根针，那地下室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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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三跑了，这个不能贪了，这个不能贪了，在地下室里的话是不能贪的，主要是这个挽留你也拖不起啊。对对对，那艾丽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切了个差异啊。地下室它一个，它不是说离门远近的问题，它最关键的是它只有一个口，对，那一个口就这三个人谁下来救？是吧，你不可能说像平地那种挂椅子一个人勾引一个人救，是，对，那那边的话求者外面在门外调一下状态是还有说法吗？我觉得不太好吧，刷一下治疗数据，哦，我觉得是不会来对，地下室的话确实比较劝退啊，一定是不会来，你除非说这会儿佣兵满状态啊，那直接出门了，不会来，就这种情况下就有种什么可能啊，就是说你佣兵是个满状态，三个手里三个户外啊，对对吧，然后我七进七出，对，然后队友那边的话小门已经在偷了，对，就哦，这个是也是小树林排一下吧。嗯，结果这次是佣兵了。天哪，我觉得这个刷点已经是开始差了，开局就不舒服了。其实上一局的话，已经拿先知眷顾小马哥一局了，是看一眼应该扭头就走。对，但是这一局的话，刷点就是中场还有拥而至。哇，那追果冻吗？追果冻可不是一个好选择呀。不过他这天赋还行，他是一个偏快踩碗、快踩底牌、快踩底牌。对，然后有拘禁，有拘禁狂。对，然后有通缉，他想打手乙，那你说两个救人位这么稳，怎么让你打手乙呢？是，这边一个提前雷先封一下板口，这句话炸吗？是五秒雷，他特地站原地躲了一下。是，斯巴西这边宁愿牺牲一个加速的一段时间，我也要把这个雷躲掉。对，一定要保自己无伤。再套路。哎，那走了，提前预判了斯巴西，走了直接。要拉中场，拉中场的话意味着可能会有队友的走了。哎，小马哥还带着兴奋。是，哇，前面还能躲。还能不能躲？三连没有躲掉。炸到一下，前面。哎呦，还没到五秒啊，秒不了，这是三刀解！哎、我的天哪，直接不撞，精神，精神再给他火龙一刀。但你这个人怎么追呢？后面？确实，没事，先追着呗。等一下，不是你这人还能找到吗？嗯，应该是有脚印，有脚印，还行，还行，可以的。对，四八七，因为刚刚他仅仅是一个擦刀，他不是一个长球撞。是。嗯，前面连到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要不要等一下应激？也可以，我觉得包包也可以翻过去吗？哎呦哎呦，短了短了，他这个没有贴窗口。是的，但身距差了一小个身距。对，也差的。前面五秒雷再封一下，有个二连。哎呦，这个连雷没连到吗？炸到一下，但是这是个心理啊。是的，而且外面密码机掉的飞快呀。对。哇，我感觉又开始了，就所有的节奏都放在手里。没事没事，他这话如果快速技能的话，还有一波手里的节奏。给到一刀一，这一块走不掉了。是给到一刀，还差一点点二阶。对，你看四八七这一波倒的位置也很精髓，就我就往角落倒。你这波要挂的话，也挂不到中场。这边看一下，挂到这个两棵树这个椅子啊。那密码机满打满算还差一台半多一点啊。这个椅子比较好救，因为它可以从后面跳。对你不太好博弈，很容易抽椅子。节奏怎么守呢？而且狮子这边我觉得是要救的吧。对，狮子它主要是密码机也修完了已经。哎，远程炸到一下。对，毕竟是有通缉啊，对，它是能透视到位置的。那这个人不好救了，可能要卡一下了。对，狼队他这局。不一定非要过来救，对他可以给你保平的，对，但是呢你要是深追狮子果冻还有半颗球，那小马哥很谨慎，防了防了防了，很谨慎，是就敌不动我不动，好吧，敌要往远走那我也不追，是，哎，你还真不好说啊，真不好说，他这一波哦，他就是远程瞄雷而已，但是这个是拉球了，摸过去了，救了，我的天，哎，半状态把人救下来，小马哥，但是还好没有化险为夷，没化险为夷，还有点机会。哦，这个雷，这一块能炸到一下。嗯，三连雷。给到一刀，还行，前锋也跟不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外面密码机差一台整，这个人挂飞之后手里是有一个底牌的。嗯，而且果冻他的球是不多了。多，对，他躲，直接从后面挂，挂完之后直接切底牌。嗯，
但是密码这边都撒手没有碰。对，看一下换盒的位置，换盒这边就提前撒手，没有去碰密码机。唯一敢碰的就是狮子的鱼兵。对，但你不敢传，因为他知道你这款亮密码、抖密码机的人一定是不想追的人。对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个空军，就现在他们什么这三个人，无论谁倒都有人可以救。是的。哎呦，这个阵容好扎实。他这一环的话，我觉得就死追换盒。他都行吧，反正追谁都差不多。是你又找不到果冻。兴奋好了，追空军不亏的。对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双弹射的空军，对，也很难追。换盒这款你舍不得交这个枪呀，他知道你这一定是兴奋等着他，他也没必要交。对，但你这个你不交的话，你开门战你也得交，你开门战交了还是没机会。就看小马哥他这个兴奋什么时候。我觉得啊，或者说他留着底牌直接不用，就是你不交枪，我不交兴奋，好吧？哇，有机会了，真有机会。佣兵过来救，你谁来救？前锋要不要换位？前锋不换位的话，很可能秒到遗产。是。停休了，直接切船，传前锋，切他放狗啊！要强行拦人，拦人打手椅吗？但这是佣兵啊！他想打一个救不下来，这是佣兵啊！你炸一下，他的狗不就没了吗？往远弹了，哎，那往远弹到这人你卡掉了呀？但是可以啊，你这人没法救了呀。不是，我手里三个护腕，还是能救的。不好说啊，不好说、啊。他看看看狮子怎么操作，直接过去逼，直接过去逼。对，那这样的话逼的话，前锋这边是要炸到一下，炸到一下，这个人没法救。那这样的话，开门两个护腕，还有两个护腕，他可以开门再贴一个人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就有三个人说法了，拦住了，拦住了吗？那两个护腕怎么说？得谈吧，狮子这边、哎、没什么可以谈了，这个人他应该是不考虑了，不救了，不救了，他也没有挽留。不过，对，所以说他这句话直接逼迫近身一个护腕弹出去。弹过来了，前面密码机直接亮，还有那边还有一个护腕，这个人能不能感觉能救啊？能救，能救，这个就是佣兵手里有护腕，是切放狗是拦不住佣兵的。贴太远了，远程这边我还有化解唯一空军，还有一把枪，坏了坏了，那这样的话追谁？只能换追狮子了吗？追佣兵，追佣兵，追空军的话是没有办法追的，这急了，有枪的，但是个满状态，看一下地下的位置不在大房，这个要偷点过板吗？过板过连雷了，给到一刀，给到一刀，但是还差一炸倒啊！是的，而且他往那边跑的话，一会儿果冻过来接应了，两边门都有，另外一边门已经开了，对，中场这边是有地窖的，咱要不要沟通一下？地窖好走吗？地窖我觉得可以走，看一下。不行，空军那边门不够，门不够，门不够。这狮子现在如果犹豫的话，他地窖和门都走不了。对，哎，想堵一个板子。连到吗？没有连到。哎，摇过来，炸到了。那就直接往地窖冲。但是，哎，这个生物有点机会。哎，看来往前冲，看看这个地窖的门。哎，直接开了，怎么着？哎呦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差了。不是，小马哥刚刚都跟丢了，我感觉。对，不知道他人去哪了。他把生这个刷点其实、哦、这树还连起来了，还挺好。对，他树连树之间有个小。加速带嘛，然后再一个加速火赶个路，是的。到中场看第一个撞脸是谁，远处是一个可可。对，大家不要看爱哭鬼这个小腿跑得挺快，其实他的基础移速是很慢的。哎呦，又连起来了，能拆掉吗？哎，这来不及，因为他是可可是刚刚从走到这边的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以为可可要翻窗了，对，那怎么？给了一枪呀，他想的，他觉得翻窗一定会吃交互火，所以他觉得先交枪。他刚才那个火是在左侧的呀。那这样的话是给拿到一下伤害之后还空枪了，那这个节奏是非常差的呀。是的。就而且我刚才看天赋方面啊，这一把的话，艾莉甚至带了巨钱的。而且闪现嘛，有闪现在这边，两个快踩，是那板子。前面这个拉火很关键，拉火靠脸上，哎，直接是拉火抽刀，是一个加速刀，是的，对，哦，拉火动作的硬直过了之后可以出刀了，是，这里的话甚至直接加速，再看有没有直接挂地下室的说法呀，嗯，好，这边先把大洞处理掉吗？以刚克刚，还真就克出效果，先把大洞处理掉，然后他因为这把是带了巨钳的，是一方面是防野人，一方面的话可以强挂地下室，这边是不是地下室？没有，没有，哦，是木屋地下室，哦，十八这边，哎，看到了吧？哎，在主客处，只有拉那种拉那种，哎，预判了，哎，爆发球，但这个不来，哎，哎，哎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刚才是一个击退球，然后紧跟的一个爆发球，发球对，紧跟爆发球。理论上这个爆发球如果击中的话，应该是要晕的。是要摇，是要下来的，是要下来的，是要下来的。但是，可能是颗假球。哎，是吧？就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在想啊，就其实爱哭鬼他不怕前锋，不怕这种 OB 位的一个很关键的点就在于什么？在于他的加速带。对，不仅能强挂一些地方，还能提升自己的挂人速度。对，而且另一方面的话，他本身有加速，再加有拉火的一个干涉的话，你 OB 位也不是那么舒服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回到比赛，
哦，这边是没有击退到障碍物上，对，那就是没有击晕。对对对，那密码机是不够的这一局。从我们目前的局势上来看，潜龙者是没有一个影局的节奏，很难很难，要四跑的面很小。是的。好，我们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刚才这边暂停的话是选手的误触啊。这边看一下怎么说，因为十八是有化险为宜的，所以说他过来救，但是十八过来救的话比野人的风险要大一点。是，哇，这波我觉得风险很大，甚至我觉得艾丽这波是可以直接打人的。哎，完了。艾丽这个梦想有点小啊，大气层博弈，他是赌你可能会撒手骗你抽椅子。这一波再一波击退，那有没有一个变换节奏的说法？我觉得很难。手里这边有闪，有闪现加速在这边过去，这个闪现其实可以直接交。翻的话我有加速，有还行还行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么稳。有深距，有深距。对，过来下板子下完之后，这闪现还可以交吧？还是不闪？哎，闪了，直接一刀带走。你要预判了你就亏，是预判的话我就打你。那这样的话，外面吸血鬼倒在地上，看下野人这边吸血猪有没有赶得过来，到脸上了，但是这个人好像不太好拱，而且还减速了。对。过来看一下挣扎拱有说法吗？拱了一波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有巨钳。对，还取消了自己的僵。哎呦，还抽了个椅子，但无伤大雅。嗯，那起来赶紧修吧，空军的挂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。或者说，如果说晋级这边再有梦想一点的话，就不磨好了，就让击球手过来跟。是，野人这边还是要考虑下来扯一波的，然后死保。哎呦，野人还不救，他想再拖时间，他把击球手拖过来吗？可以扯下来了。对，看能不能扛到一刀。哎，这边有个拉火，直接拉到了。哎呦，那这时候其实空军应该把窗让给野人，对，应该进行一个及时的换位。不过无所谓，野人现在只要不倒，他就能去修。那空军找一个好 OB 的，哎，不好说，这边甚至想贪。话锋一转，是直接不贪了。那远处这边最后的希望就是看一下击球手的 OB 啊。对，这边是直接找到了击球手十八棍过来，最后的希望一个加速再起来。密码机不够，我就打你十八都可以。哇，再一个拉火，再给到一刀，还能 OB。对，但是还是可以打，我直接就打你十八就是。是，但是两个人都在，一个人修三台。哎，不会吧？再一波击退，那没办法，继续这边再赌命。一个拉火拉倒了十八，但是野人在旁边，这波能不能拱下来？没有，没有拱下来。挣扎拱还有说法吗？感觉是能挂到。没有说法了，直接挂上。哦，那这样的话也要提前恭喜狼队，是的，拿下了胜利。但是我们看看一下机器这边有没有可能去完成一个三跑呢？好像很难，外面密码机还差两台整啊。我甚至觉得它是一个四抓。密码机两台整不说，野人还要换位，金斯还要过来救，金斯怎么把这个人救下来？对，这个问题。他这边甚至可以大胆出去拦，我先跟一下，看一下你谁过来，我就针对谁打。对，爱哭鬼是有个外围直接把人拦下来的说法的。你看这边他全是树的一个范围，两个人先互摸，那就再次卖一个，还是说把野人摸好再让他过来卡？但是你这波过来卡就是救的话意义也不大，因为毕竟是化险为宜已经交过了。没错。看一下吧。觉得这一把得还是得先拆树。就从我们正常局来说，我们冷静下来，正常局来说，这一把的话，我觉得求生者尽量运营走一个。啊，对，是这个道理。这尽量运营走一个了。哎呦，直接一个远程拉货，而且还有一个加速带的加速。对，直接一个树一刀，直接一刀带走了。我的天哪！掉了一森。那这边枯草的话，应该是能救到十八的，因为他是没有底牌，没有底牌的。对，那赶回去之后，应该是可以卡，直接把人扯下来。对他这个猪还最后一个猪突猛进啊，直接把人扯下来。原来的话，一会儿祭司交自起，然后十八这边看能牵制多久，但是有一个闪现的存在。哎，这火预判一下，没有拉到，这个球躲一下，再给到一刀，好戏呀！是脸上这边耳鞭还没有消，那我觉得可以直接先挂十八了。挂了挂了，因为他是刚从猪上下来的，对，猪也要休息的啊，确实。那过来再去针对一下没有自起的伊森，最后。再去追击一下草哥的野人就好了。就艾丽吧，就偏要打一个留一个就赢的局吧，打成一个必须要四抓的局，而且还真就让他四抓的局。对对对，这个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勇者的一个班位来说的话，只能这样，只能这样孤注一掷。对，因为他们啊，被留一个和被四抓其实是一个结果，没区别。对，那最后这点时间的话要找一下，枯草这边上猪了，上猪的话可以再拖一个骑猪的时间，上猪期间你肯定是处理不掉他的，野人嘛，地窖的神。哎，对，那外面的话看一下伊森这把任务很重啊，伊森这把还差一台半，还好。你看啊，这第三回合把伊森换上来，对吧？修完两台还有两台。对，前面两台他修的，对吧？我估计一会儿如果密码机能量的话，应该祭司要挂四个头。是。
哎，这边被套一下，哎，但草哥他也很聪明，他不出圈。对，但是这个猪的时间应该是偏短的，拖不起了。下来之后先下板位。是。哇，甚至拉火。闪。这舍不得闪，舍不得闪。对。身距太大，行，那也行吧，反正这二十秒之内应该是能击倒的。就你知道这一会儿，就艾迪可以溜到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追到说你看到外面密码就从二跳成一的时候，哎，闪了，给刀，给那没事，野人还有自己是。那一森密码机亮了，直接开狗，哎，不对，挂了。他不想那个，他不想让野人一会儿起来再骑猪给他耗一波，他选择了直接挂，然后再去追击半状态祭司。就对他来说，如果说不考虑数据方面的话的话，他直接挂完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他是，我觉得大概率是能找到祭司的。嗯，这张地图就这么大，是啊，一个加速带过去，快接近耳鸣的范围了，但是他要防一手偷人。这个位置要偷很难，他主要是前面亮完一台密码机，他知道大致位置，哎，但是这里预判错了方向，大房这边先看一眼。不，你想呀，找不到没关系，我在野人旁边和地窖旁边蹲着，反正请问祭司怎么走地窖？对，双方就耗，哎，过一段时间地窖刷新了，咱再说，是吧？这一个加速再到沙包看一眼，但是人家已经走了。嗯，伊森能救到吗？肯定能救到，但是这个人你，但你想不想救是一个问题。救的话，一个都走不了。对。哎，不好说，要救哎，得救，因为你不救的话，你也走不了。对，人家艾丽知道地窖在哪，确实。那救下来之后，枯草那边又有猪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再追击一下伊森。哇，伊森是回头又打了。哎呦，这个洞反钻吗？跟吧。哎，你看艾丽这边还防。没关系，他应该是有，刚才是有，好像是有火，还行。对，前面这个地方，哎呦，想套路一下，没有套路到。那野人的话，赶紧修了，这把真没准能修出来一个人的机会。感觉挺难拖出来的，我感觉，因为毕竟演员修的是特别慢的。确实，一个加速带过去，还有最后，我有预判拉火，完了，这艾丽拉出自信了，这个火不是这艾丽这火，我觉得是用来加速的吧？这别告诉我这是秒好了，这个就是这会儿呢，这个火中了之后呢，随他怎么吹，你知道吗？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这个火就是。跟上吗？跟不上，那能拉一个加速火跟上吗？这不行，这太有梦想，这跟不上，这跟不上，对，这跟不上。艾乌尔这小短腿，这小短腿，对，那小短腿，人家四条腿。那就是时间没事，跟一下，因为毕竟这个骑猪次数太多了，已经。对，也就三十来秒，是吧？是。枯草这边的话，应该等到猪结束之后，也没有太多的说法了。马上就没了，这个猪。是的。还有走一个减速。哎。哎呦，这个原地蓄力，原地抽刀。哇，好吧，也是恭喜 Alex 是最后用爱哭鬼完成了一波四撞。对，同时的话，狼队也是拿下了整场比赛的胜利。哎，这个出生点先看机械，并不是很好，但是机械师在哪儿？机械师在方向这个点。哎呀，刚好不在，刚好这个时候已经转到沙袋了。这脸上的话是一个佣兵，看都不看，赶紧跑。这边再绕一圈，等再绕到机械的时候，密码机可能都已经修开。哎，但是前锋跑机让调酒师修四合院，他们是准备好了打一个四合院补状态的一个打法了。是的，那这边给前锋寄生一下的话，等会儿单线图追机械也不是特别好追，其实。他不想管前锋，还要寄生前锋吗？那这里有一个儿子，看能不能偷道。儿子也是早有防备啊。那这里等处理掉儿子再走的话，就节奏更慢了，还是选择直接来找机械。对，而且机械师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就是他在这个沙包角落里，他知道你这局可能会找到我，但是我已经找好我的这个牺牲之所了。这里板子都提前下好了。哎，哇，你真敢翻！那先甩一条，直接放狗来一刀，原生狗应该是可以拿到的。那没办法吧，你寄生刚放过的。是的。这边沙袋里不是特别的好卡掉这口，还是要拿到看他选择吧。他是在这里倒还是去四合院找队友呢？还是选择倒在角落了。就如果说你想牵制更久，你就去找队友补状态，对吧？但是你不干扰密码机的话，就倒在这里。是的，在这边外面四台密码机都在修，等倒地的话，可以扔密码机，起码应该有个三台半了。机械师吃两条狗啊，这是机械师啊。这边的话咬中应该是活不了，但是这个机械师倒地，这个局密码机是肯定够的，而且不干扰队友的。是的，可以看到第一台三板的已经修开了。像军工厂这张图，你三板的密码机修开之后，你不就不是特别好去控一个三连了。嗯，而且说老师他很细节，他刚刚是卡狗的一瞬间，然后再往角落一拉，这样给你最久的一个挂人时间。是的，那这边
前锋密码机还要差一点点，要被管一会儿。怎么说这一局的话，要想去保平争胜，对于梦之女巫来说，他一定要去管住最后一台密码机。现在的话，五台密码机都在起嘛。是的，现在他要找机会在中间有时间出来补机身，然后在外面管到其他的密码机。打一刀前锋，但是其实对于球者来说不痛不痒，因为这局是有调酒师的。是的，前锋等修开之后再找调酒要一瓶酒再过来压把救一波。嗯，现在他要压出去，他压出去，佣兵这个机身哪怕补不上没有关系，但是原生信徒一定要往外赶，因为前锋他现在是知道位置的，所以说他不会被前锋去干扰到他的一个信徒挂人，他现在赶紧去守住那个半台的密码机。看一下、最后一台只剩一半了，看一下军九这里能不能掉过去。在树林的方向太远了，这里不是特别的好控，等你挂上这台机可能都已经快80了、但是你一定是挂人的优先级不如这个压密码机的，压密码机一定是第一优先级。是的，而且前锋没有选择去喝，他是喝到酒了，那就还行，不过他前面距离被拦住了嘛。那这边的话，哇，这么多球赶路吗？这边能撞到吗？哇，撞到了。那这里其实下来有一个充足的牵制时间。这是个世界球啊，这个球从中场一路拉到沙包里面，那这个街是保住了。而且这边的话，你这个人追不到。是的，人不好追，而且这边是一个调酒，哪怕被你偷到一刀的话，他还有一瓶酒可以补自己的状态。他现在要抢一个时间差，就缓慢把这个人逼走，然后把街士击倒。击倒之后呢，看看要不要考虑踹一脚。是的，我觉得打了吧，打了之后把那个机子踢了回来，用寄生跟原生一起挂人。如果说你这样的话，那边强摸直接过来的话，密码机守不住了，自己的女儿是会脱控的。对的。如果说你不踹的话，这局。应该是这个能压好了，四人单场看不战了。就说你踹一脚的话，你回来哪怕说前锋在摸，但是也来，他能起来，但是也会倒，密码机也不够。是的，这边其他的机身都已经去掉了，而且儿子是踢门的状态，感觉要拦不住了。这样的话，切个船，先把门拦一下，先用这个原生信徒把门拦一下。那这边一个门已经开了，另外一边剩下两个队友在地窖上面。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切传送，有点犹豫啊。那这样的话，佣兵留不住，前锋走了，调酒师的话走地窖，安静就已经在地窖上面等着了。对，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切这个传送的。那这个散跑的话，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一个来看一下吧。这边中场是北离的调酒师，这个人调酒直接往沙袋废墟远处拉了一下追的人，然后他现在要进行一波调酒。那再往前的话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一个失效的佣兵在这儿。是的，那能不能找到北离就有说法了。他是带了一个张狂挽留，然后带踩板，就踩板很快，然后出技能很快，但是回头了，别看了一眼佣兵直接就走了。哇，这波的话是被失效药给占住场了。那现在到小木是迪斯前锋，再去大房也是一个尖尖的守墓人啊。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你以为我走了？我就骗你一下，都看你什么时候出来秀机是吧？对，我还没走呢。一个盲夹有没有机会？还是有点难的，太远了这里。前这里已经看到消失的位置了，那肯定死追了啊，就追你。看一下，每个交互夹没有。但是前面你不好走，对不对？这边全是窄道。这个小走位一个都没有砸到，但是旁边不是前锋呀，你这个酒敢不敢喝？前锋已经盖了个板子准备往这边走了，想拉板子。喝酒了，那现在不行，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。酒要拉过来了。前锋是被夹了，那前面这个板不好翻的。螺旋球根本不看你。能撞到吗？闪不闪？哇，这你不闪吗？姐，他这样要回上了。哇，这个闪现都不闪，太过于求稳了。而且现在的话，北离也是坐了一班顺风车，想要追前锋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前锋手里还有很多球，半个球。现在拉球直接进四合院，四合院的板子对就会夹到一下吗？他没放，他没雕像了，雕像还在真空期。现在是那这一波拉扯，现在求稳者略胜一筹啊，就看前锋倒得快不快了。前锋这里只进了大房之后，大概率是要再等个闪现了。他现在拉距离嘛，
只要我不是雕像，逼个闪现，那这局我任务完成。不过这一局的密码机的话不是特别的快，是的，而且也没有闪现的机会，还要再拉一波身位。哎，好家直接被砸到了，而且有个地下室。没错，那现在的话，双方是一个暂时往平局节奏发展。是的，并且地下室守好了，说不定齐岩就有翻盘的能力了。不过 XOG 这边要想三跑啊，守没人来救，那我觉得齐岩可以不上楼了，就在地下守着。怎么说？就祭司人称小守墓，他可以从这个上面下来，哎，跳下来，从那边叫，哎，夹一下，夹到下，再夹一下吗？有说法，有。快去再夹一下吗？这里很危险，哎呦。那稳了一手，打了一波针对。是的，哎，毕竟守墓主动出了铲子之后，就是有一个加速。哎，守墓这可能会炸一下。哎呦，一个二阶没办法躲。场面上的密码机最后两台都是在修的。那如果说佣兵压满救得很好，再扛一扛的话，确实还有机会。有机会在那儿他们站。对，但是你这个局还是很有可能去保平的。毕竟开门战就是一个上挂飞的前锋，就现在压力给到了，对吧？是11的佣兵，看一下他的佣兵怎么样去操作这个残局。这里看坟场投的远了一点点。对，他现在不敢有密码机的话，那密码机应该是够了的。他这波能把11守下来吗？也不太可能，逼救一波，救下来一波，但是另外一台其实差的。怎么有点悬？怎么说这波？哎呦，好躲好扛，那够了，那够了，那够了。这边扛到的话，那这边想要直接来捡士佣兵了。但是你这样玩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一个护腕拉走，直接开了呀。那现在是个哎，他三个大倒的状态，三个护腕呢，三个护腕的佣兵。你现在的话，如果说你硬追，很有可能是个三出。就是拿这个状态勾引你，我一炸就倒了，你心不心动？哎，哎，还是夹到了，夹到了，炸躲掉了，但是有一个雕像，他没有单独躲掉。那前锋已经到了小木屋，他现在要去拦前锋，有机会吗？如果拦不住的话，又不是在地窖上的。看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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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了。这边手上有个闪，哎，被骗了，怎么会翻脸上呢？那把前锋牵回去。但这里不太好搞，不。先挂前锋的话，把前锋牵回去，把前锋牵回去，看一下佣兵位置。佣兵没有往地窖上面爬，其实。对对对。他在选择自己。这边的话，如果说他看到佣兵不在地窖口上，他就把前锋挂飞。哎呦！哎，挣扎下来了。但是他闪现没交过呀，这边位置你下个板，我直接闪现出去把你带走了。哎呦，感觉是埋下了伏笔。不过佣兵有没有机会起来呢？自己的时间其实。哎。佣兵好像能起来，这边可以直接先来佣兵，先把佣兵挂上。这边佣兵还有两个护腕，现在要抢，放个雕像不能让他起。安得住吗？安得住吗？那挂佣兵，先挂佣兵，先把佣兵挂了，把佣兵挂上，然后再放回前锋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求生者会贴过来救人，这局还有三出的机会。是的，而且挽留的时间也是绝对过得去的。这个佣兵，对，因为你把前脸上的椅子给站住了。怎么说？怎么说？这边扯扯来前锋挂飞，但是你怎么追？佣兵手里还有两个护腕，两个护腕的佣兵啊！但如果在这里想炸他掉的话，就有点没炸到，一个护腕拉走，这个距离已经是能够出去走门了。再弹一个护腕能走，只能靠雕像。这边又一个躲，再弹，漂亮，非常好的配合。而且雕像现在所剩不多。是的，前面的话你要炸到三下不太可能吧？一加一炸有没有？有一个，但是没有第二个那么三出。求生点前面是安静的调酒师。是的，这已经算是最好的一个位置了，最好的人了，看看能不能来拿捏一波。这边已经提前在板子口蹲好了，对，弹射板，但他没有选择先下。那这样的话这个板子不下的话距离是拉近了呀。是的，你既然没打算这在这边反复绕的话，板子你可以直接下了就好。哎，直接喝加速酒，有没有夹的机会？这边规避下，这哎呦，这边夹就秒了。点点，我天哪，这边是感觉捡回来一条命，但是还是很危险，还是被打到了，状态依然满不了。陶心，陶心，陶心，需要你，需要你，这个弱女子需要你的球，来了，来了，好像这球能撞到吗？撞晕的了，刀下留人啊！
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那个刀就打到挑选身上了。对，这边 G 三拍两个洞，挑师也状态拉满，就只能靠配合的。如果你不靠配合，就太容易被秒掉。哎，别被骗了。这边还行，找到了，还行。他是看到有个脚印往这边走，对吧？他觉得你应该没上去。如果当时万一是被骗到了就，对，就其实还蛮容易上当的，讲道理。那这第二瓶酒也调好了。这里还有洞，怎么说？前面有没有一个雕像夹的机会？你感觉夹不到了，又走了。这边前面的话还有机会拿一刀，没关系。哎，前面又有前锋。对，不过三台机的时间是差不多拖出来。这里差不多给个实体刀，然后前锋再帮忙撞一下。打球了。嗯，很痛啊！而且这边跳老师又喝酒了。你现在要管这个前锋吗？你管这个前锋，那边又补状态了。前锋没有球了，前面。这里是个夹，一个刀，哎呦！没有夹刀，难受呀。但是墓地是有地下室的，说不定这个地下室可以带来一些。那淘金他很聪明，他不近点，他往你脸上走，你雕像放不到。再拉开去倒到墓地的另外一个角落。他尽量往角落倒，这样的话教官也不能往挂不完全的挂进地下室。是的，因为他是一个前锋嘛，追加速度比较快。哎，吼一下，拉球威慑一下，就让你看看我这个球还剩多少。我吓唬你一下。那他这边挂到墓地里面的话，也不是特别好干扰外面的密码机。不过祭司因为这个帮忙，然后前锋也因为帮忙，密码机是慢了一点。这边看加薪的依旧如何？理论上密码机还是够的，这局理论上密码机还是够的，就看救人。对的，是的。他这里已经偷偷摸卡过来了，感觉是能有机会无伤救啊！弹过来，哎呦，果然没反应过来，直接无伤到，一刀都没有吃。不过佣兵没有选择扛刀，那陶晶这边要倒在角落里。我觉得就让加薪再救一波吧，再救一波，感觉密码机就够了。最后一台是脸上送的这半台长，直接下地下室来躲雕像，很油啊，很滑头，对不对？就这个高低差，没有高低差，我就自己创造一个高低差。是的，他现在也是要补一补这台密码机，然后让队友赶紧来接手。旁边有金色大洞，金色过来补密码机还是比较快的。但是还是略微有一点点近，有可能会被干扰到一些。嘉欣这边不太好救一下，还有没有第二下？哎呦，好险！但是到椅子前，手上还有两组雕像。他只要刚有第二下的话，这个人他救不了了。那弹过来，愣一下，偏下雕像。你能砸到吗？但是显现，但是这个淘金进度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里能救吗？哎呀，真对到了，没看到刀。那面在强摸，哎，但是他没雕像，没雕像推头了，要不要切狗？要不要切狗？要不要直接开？哇！这边趁个加速没有打到这刀，还有闪现。有点难受呀，雕像是夹到幽冥，但是没把他推走，那这里闪现还空了，干什么？再往前的话，甚至可以走个洞，但是并没有选择过去。哎，那留一个吧，稳住啊！现在前面反正也没道具，这里也没板了啊，留下一个。现在技能也没有，另外一边门刚点上，来得及走还是来得及的，三个人。是的，而且他把技能给交过了，又没有挽留，他这局是要拉前期节奏的，但是求生者配合特别好，就独洞那个地方没有把乔尔士给秒掉，有点伤了。其实是的，而且幽冥掌握救人也是很秀，对，一波直接无伤救。第二波的话虽然没有扛到，但是把人扯下来了，现在分享去干扰，但是距离还是来不及过去的呀。而且三个人满状态，就如果说他们把这个技能给留下来了，换一个传送出去，那还是有这个平局的。但是这个技能是没有留存下来。哎，那撞脸了一个不太想追的人。不过后面还是个击球手，再看一看吧，再看一看，再挑一挑吧。看看这边是准备往击球手那走，还是往病患那边去？总会遇到对的人的，就茫茫人海中，对吧？哎，那看来这里倒车入库，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啊，这边板子也是提前下好了，完全不怕。对的，然后是北的病患，他也是防了一手。哎，要不要直接拉一个钩，拉开距离来了？这里还是看的是准备往小二楼那边走的。是的，现在的话距离拉的都比较远，那还是选择来追击病患。病患，这
我两个雕像要拉高，能不能打断？那前面有个洞，嗯，哎哎，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奢侈，我只能说拉个钩子来走个洞，但是特别稳啊，确实这边的话太稳了，就完全不说给你可能会夹到我的机会。对，就别说刀了，你连这个人影都见不着了。现在的话，再往空地去拉，前面可以选择给一刀的，其实。这里钩子不太好出了，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应该没有钩点。有点急，前面能勾，再飞过来进板吗？那夹一下。那说实话，感觉这波勾亏了。确实，这边的哎呦，直接被好夹，这个雕像。这里直接盲夹夹到的话，说实话，你技能全交了，闪现也没溜出来，倒得有点快了，其实。对的，稍微亏了一点。这波我是给一个擦刀，拉一点距离，然后再弹走，然后再去给一个擦刀，那就够了。那这边直接分场干扰击球。你击球手这个皮肤。像穿个盔甲，就看起来就很显眼。对，一般穿这种皮肤打人都很疼。看一下吧，这边佣兵来救人，鬼鬼祟祟，感觉是并没有打算卡半。但是你要三跑啊，对呀、啊，你要三跑啊，对吧？对于钱来说，他要平局啊。其实卡半的话，然后给击球手过来保人可能会好一点。你这样压满的话。密码机节奏耽误的会稍微多一点。压满他就是要打开三个人的开门战，那这个人甚至可以考虑一卖到卖了，对，卖了之后还没有二级，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波牵制。直接溜了，对吧？那感觉启言上来啊，弑神成功，但是他看看后面能不能再留一个了。是的，那这里下一个，看下一个找谁。哎，看一下吧，这边迪斯的位置并不是很好，不过钱他现在毕竟没有二阶，虽然手上有个闪，就看能不能夹一下再闪一刀开二阶了。是的，而且密码阶差的在还蛮多的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吗？哎，这里哦，有点近了。哦，有个交互夹，哎，夹到了，夹到一下，前面还有一次机会，夹到吗？哎、可惜，击球手翻的比较快。是的。拉一波球。哎呦，好躲。看这个，差一点点，打飞一点点身距，这边再开启一个爆发，怎么说？边走边偏，哎呦，这球歪了，前面有机会夹，能夹吗？一刀二阶，那也还行，要不要直接闪现过墙？来了，但是雕像不多，雕像只剩一组，哎呦，这个板子拍了，有点尴尬，你也不翻哦，但是还是骗到了，秀啊，这个走位，确实，那一个返场，看这个二阶能不能躲。这组雕像如果躲掉的话还能牵制，躲个雕像，然后最后再来一球，哇、哎，这还是蹭到了，那要倒，哎呦，这都没倒吗？这个时间慢慢的密码机都快拖够了，那拖出来，这边迪斯的击球手是顶住了，哎，但是毕竟他们现在是要搏三跑的，也就是说等会儿救完萨里子之后，确实，迪斯还要想办法再去捡一下自己的球，现在毕竟也没球了嘛，弹尽粮绝了。把他按在这里打针对，然后开门战我就留一个。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是差的有一点点多，虽然说卡满救的话是能压好的，但是看钱怎么守。没事，有会加速，就看他能不能赶紧修了。现在不要再犹豫了。这边看能不能提前找到佣兵。对，他应该是大概能锁定佣兵的位置。哎，这里还是准备卡半救。先炸一下。怎么说不好救啊？要双刀，甚至说夹到他救不了，出刀呀，刀呢？那这波钱还是亏了的，因为本来这起码双刀，本来是稳双刀，甚至起码双刀，甚至说这把要四抓了。这攻击剑这边直接带远的话，两个人换位一波，让迪斯来救。对，攻击剑也没按到一点，不过他有一个坟场打倒佣兵的机会。是的，那你看这个分场，你总得交互换吧？度了怎么说？你总得交互换吧？这互换你不？但是冻流了，哦、难受，互换都不用交。这在这儿埋伏着呢。而且击球手已经捡到了一颗自己的球。他现在不敢修，有点尴尬。那要不要预判一下他打洞？看这波能不能拦一个，压一个起身救。秒大，先把洞清掉。哎，这个雕像哇，没推走，差一点。哎，这里再扎一下，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救下来？爆就打断，哎，出刀啊！
慢了，要不那开了，那开了，那开了，那开了。那这边手里还有一个球的话，有操作的空间，但是很悬。炸到一下，现在掉线也不多。这个球能打到吗？爆发球。哎，有个洞，哇，打到了！哦，这个球扔得好远，直接传送。传吗？那传送下来这个人你不一定留得住，他是一个幽冥两个护腕的。天哪，这波的话太关键了，一个洞一个球，一个护腕拉到二楼，那前面还有一个洞，地窖就在甲门，有点远，但是幽冥已经上楼了，不好管啊。而现在没有说雕像在本场去投墓地，但墓地这个人你能处理掉吗？这一组躲掉了，空掉了，很关键。现在没有雕像了，但是门开不开，他门开不开的。那迪斯还是得走。确实，那只能让祭司来顶压力。剑侠现在手上也没有动，现在两个人都比较难受。不过佣兵那边门能拉，他们拉扯下来的话，对，重者另外一个门能开。对，你主要是你要能处理到这个击球手，击球手在脸上定到位置了，前面这个雕像，雕像，哇，还好这个二阶砸到了，这也行。杰克大洞，杰克大洞，那应该就是一个平局了。没关系，留一个上瓜飞的，留住他，满足了。可惜啊，如果说能够撑到祭司这边拉大洞，那钱是必须要去处理祭司，但他不一定处理得了。是的。这里不是上瓜飞吗？啊，先把大洞打。差别不大，总的而言也就拿不下来。就是平局嘛，就是平局嘛。是的。那这一场拿下的话，是由这边蕊豹率先破冰了呀，一共。这个刷点前面是失效药的守墓，对，右边还有人，看一下吧，迪斯的一个击球手，哇，这是一个想要追的人啊，应该说是个可以追的人了。对，那排过来的话，看能不能发现有没有机会找到。如果说发现了，击球手很可能会秒到在这个地方。哎，直接走过来看到了，直接开爆发，镜像很准。那这样的话感觉就有机会下一个镜像秒掉了。 他得找一波机会让心理帮帮他了。看前面转过去翻一个窗，要不要配合一下心理？我说是有一点点近，我说心理能不能搞一下，能不能搞一下，搞不了吗？那等到镜像好的话，这个机会手是要凉凉了呀。这里走位近了一些些，那前面的话怎么说，先走路逼你的球，然后再镜像把你抬走。出刀打球，那个镜像怎么没有任何空间啊？是的，那这里直接两个镜的带走，击倒速度算是比较快的了。其实，就击球手心里，你这个组合选出来，你就一定要想，面对红分的情况下，你一定要让心里来帮忙。就他其实出完第一刀，要想办法进医院的。你刀废墟这种平面牵制。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确实来让队友进行一波移情。确实，你要么就是卡视野回状态，要么就是医院。这个院被打到一下。前面的话先下一个弹射板，但是我觉得前他的身位可以一直保持在这边，或者打一个针对。哎呦，直接针对打上。那可以投镜像再逼你一个铲啊，铲子来的 CD 能拿一刀。哎，那这样的话感觉这刀是。还是能拿，他不敢下。对，距离太近了。拿一刀拆出二阶之后呢，守门的位那个接手的位置他也是知道的。往这边走的话，可能又找不到击球手了。对劲，他以为击球手是倒在那个医院里了，但实际上他是反绕了一波回到女神像了。那这波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对夫人现在就血亏。不好吧？不好吧？不会吧？那出大问题，这边还把自己转到了一个死角。啊，现在就是谁也找不到。主要是、这个、那边甚至这个金腰手起来就是满状态啊，起来就是一个心理啊。那这里又绕回来了，有没有机会看到呢？不吹吗？不吹吗？不吹吗？刚开始吹，该能来得及，再吹了能回得了，那能稳回，那完了。那这局的红夫人就瞬间大老师叛变了，见证大老师叛变时刻。先打一刀，直接闪现一刀，打一刀之后镜像把心理秒掉。还是得等一等的，毕竟心理你最好还是别给他机会，让他留着移情。确实，这波打的话，那这波再救下来
还是一个有印记可以再吃两刀的。但是你总不能不打吧？你总不能不打吧？难办。你说你拖也不是，不拖也不是。我感觉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啊？都给别人回了一下状态了，自己还能有个印记在那里留着。那这里队友已经卡到二楼，在准备救了。冰幻这波救人也很难去拦住他，就肯定是稳救的。对，毕竟像夫人这样的单刀型监管者，说实话，除了远程拦截，不然的话你没有什么手艺能。那感觉不震慑的话，这把翻不了的呀。但是是冰幻啊，冰幻救心理它是有加速的。确实，确实。那这个平局怎么去保呢？要慢慢的去拖自己的技能，再打一波手艺。直接就剩下最后一台密码机，再给冰幻救一波都行，再救一波下来还能再吃两刀。他主要是也不好秒，打一刀之后，哪怕你打针对心理，他身上这个状态应激，他还能稳进医院里。是这样的，很难。这局保平应该是地狱难度。这保平要看开门战能不能不交金像的情况下秒掉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求生者也肯定会尽力先把你的金像给逼出来的。确实。投个金像干扰一下，那前面的话距离还是不太够。那这里都是已经可以挪一个人去贴门了，哎，直接转过来吗？有梦想。不过这一局的机枪手是没有自己的，他能不能利用好这一点呢？那两个人在这里卡着，哎，只剩下机球一个，那是外面还有一台机吗？是的。机枪手这里的话也不会被秒，他两个球还有满状态。那你交了镜像的话，那可能就要等一刀开了。这边想打一个爆发球，然后把它哎，这敲的我有一点点小可惜。密码机说：“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能不能瞄准了再打呀？你打得我好疼。”这场面一度很尴尬。场面一度陷入和平状态。不打我不开。对吧？那现在的话，得镜子有机会秒掉。是的，但是他前面还有球，站在原地罚站，哇，一球打出来很漂亮。那这里直接进展，还有进退吗？不要倒，不要倒。因为是有这个封门的，那这边的话直接传送过来。这边还是一个守墓。啊，他确实是利用了这个金钟手没有自己这一点，但是守门也挂不飞，所以那边可以去摸。是的。哎，但是医院里面的心理已经冒乌烟了，怎么会走路吃一刀啊？逍遥，他坏了。那这边的话，那个人，而且这边心理是冒乌烟的一个状态。对，他是怕你把他摸起来，那想把人一路牵回去吗？但这样的话，你挂他两个人不一定能挂到一起啊。熊者是有机会直接秒救的。是的，现在还是一个人在医院里面卡着就可以。哇，他现在多想这个接球手能放飞啊。可惜了，这接球如果是个心理就好了。牵手门人骗他来救，骗球者来救。怎么说怎么说。那这个哎，两个人去哪儿了？是要保平吗？两个人都往反方向走，就打算出门了。这个门还差一半多。不对劲不对劲不对劲，甚至有赢的机会。他谈不谈，不谈的话就保平了。还是准备先稳住一个平局啊。如果他感觉他刚刚直接往小门门口投个金像，有可能升去。哦，这个出生点往搬搬的话是桃心和嘉欣。对，左边一个前锋，一个守墓人。我的天哪，有点飞呀。是的，这里寄生守墓的话这么有想法吗？这有点狂野，牺牲一下是这样。哇，梦之女巫追守墓人是有点狂野的。那这边得找下一个人来了，那只能选择放狗开刀了，感觉。是的，那这里选择追前锋的话，这个板子直接已经盖好了，尴尬，有点尴尬，他得绕进去。哎，不对劲，守墓人出土了，他再来追守墓人，就骗你一波铲子，这是。哦，来个迂回，打一波这个游击战，啊，那把板子一踩，这边狗一咬，他甚至想骗守墓人下个铲。是的，那这边守墓人其实有机会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，其实。对，他其实如果说刚刚
下板的一瞬间是有机会直接下铲，然后遁地卡狗的。前面的话还有一个铲子，看两边怎么夹吧。差不多就是等这个铲子出来之后，等带走了。嗯，他也不好追啊，但是守墓人你到底还是守墓人，你在地里面弄只女巫，真拿你没什么办法。是的，那这边又能再进到一波母巫。哇，那板子又提前排好的，那什么放狗去压起身。对，他预判这个铲子确实也快结束了，应该要起了，要出了。嗯，直接被咬到。压起身之后用原声带走吧，寄生摊一下吧。是的。那这边还是走不掉，关于密码机修了两排半的。他就有机会，很有机会，他能够去控这个正三连。是的。哎呀。这边挂吗？那守不到密码机了呀。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。不过挂这里一好处就是可以拦人。是的，而且这边的话板子基本上摸的板子也踩掉，他下来没有太大的牵制空间。放狗必救，前方拉不拉球。哎，这样的话挡住，哎，有一个不震慑的机会，先去卡他的位，先去卡他的位。嗯，直接打。那其实这狗没有太大的收益，就是逼救了，就是逼救了。对，早点救。但其实我感觉他可以去卡一下身位，然后争取搏一搏，搏个震慑的。对，因为一旦震慑你就四抓了，这局就结束了。是这样的。那现在的话，小木第二台机要摁住啊，甚至踢墙台机也要摁住。这里还是没有选择去先管密码机。快去啊！快去啊！这个人，先就想守这台也行。那边一个精灵停下来，把板子一踩。前锋现在也是满状态，手里还有半个球。看这边还是选择让前锋过来救人。是的。那对穷者这样拖下去，起码那平局是要稳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平局，但是因为你被压一台鸡嘛，所以这个局对梦之女大概是救不下来了。对，还有想法，还有说法。没有抽到，拿一刀，被咬到了。拿一刀之后呢，其实他这波管前锋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够快，不然的话你的机子就要被偷了。一旦被前锋拉开一场，拉得很远的话，自己的女儿脱控掉就不太好守机器了。穷者是废墟跟小墓地窖都在修，这样的话给到你一个两边拉扯的压力。看到地窖也是刷在了这里。对于军事走来说，这一局的话是肯定是把人抓在三连或者抓在废墟会最好。是的。我们说前面这个板直接自动踩，然后空军床有把枪啊，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交。那这边有没有就会切个闪把这个前锋秒掉？他现在其实应该做的是什么，就是我把原生去压到废墟，然后寄生一下空军，然后你空军一敢修我就打你。哎，闪现直接带走。但是废墟那台机已经70-80了，空军又不是个半状态，那这把的话还是有运营平局的说法。感觉等你挂上就已经差不多压好了，或者说他们有没有机会会直接开？应该是差一点点吧，好像有机会，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切那个寄生体。那这样子直接开的话，感觉小门大概率是不太好管了。你已经切了闪线了，除非你现在本体就往小门那边走。而且他只有一个原生有闪线啊。就你这个寄生都没有闪现去处理前锋，那你闪倒前锋的话，那这局应该是一个平局。门在点那边的话也是来不太及去管的，军师九。而且就是他本体也还在这里，你现在往小门走的话来不及。对的。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对于密码机的一个压制吧，你压制了小墓地窖，但是你也能去压制废墟的呀。是的。梦之女巫，毕竟人多嘛。就他。所以小木屋窗口出生，直接往中场走，左边有个人，但是暂时还没看到是谁。嗯，哦，左边是自闭。嗯，应该是要去小树林看一看了。讲到底，小树林那个位置他已经提前拉了，他一定得要。哦呦，哦，那是直接找到先知了吗？嗅觉太……我发现阿福找人真的很妖，他有时候就是很莫名其妙一个拐弯，一个拐弯，这是怎么看怎么做到的呀？那完蛋了呀，这波直接卡进了一个死角。这个地方是能夹的，这地方是能开夹。阿福这个位置判断太准确了。不过自闭是绕了出来，那应该走空地给一个给一刀吧，给一刀吧，咬还行。然后往一个小木屋转，前面的反区还有一个夹的机会，躲一下。哎，第二波
第二波还是没有夹到，那亏了。那一个窗台再往四合院拉，第一波见面是亏了，因为窗台出去的代价只有一只鸟。对，而且这里虫已经过来了，没有追回来，没有选择控。哎，冲出来了！哇的天，那刚这波推还行吧，拉开了一点点距离。对对对对，不过下一波见面怎么闪现都能把你带走的了。是的，你看。哎，这边再封了一下自闭的走位，看能不能给个球。如果不给个球的话，见面就交闪了，而且还会压到昆虫的遗产啊。对，没错，现在密码加起来才两台不到，现在翻出去还差。对，应该就是直接一个闪现秒掉的节奏了。是的，闪现秒掉，不能再给他时间给他了。阿福这边交闪现果断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昆虫不能修这边的密码机了，只能拉出去。对，重新跑图。是的，而且他跑图，他只能往小木屋的方向跑，因为密码机不允许他去点沙包了，沙包那边是已经有人在点了。对，那他这个地图就跑半天了，他一跑的地图就等于修了20的机子，少修20的机子。没错，这一来一回确实是很伤、啊、太亏了。包括他前面控虫子的一个事情。对对，但加起来上蚁才两台密码机。对，他现在就等于人刚上蚁，昆虫才刚开始修。对，因为厂房这台在前期是没什么大用的，是的，风图过来卡着。是的，那这一波我觉得可以救啊。嗯，不救吗？感觉他的位置不选择救。救的话一定开二阶，但是你不救的话，密码机一定不够，就是有可能被三抓。有些局是这样子的，你倒得快了，密码机不够，你是要救的。对，因为这是张狂加闪现的雕刻家，下一步还是能给你出技能的。是的，但是问题就是穷者现在暂时也不知道他的技能嘛，带的是什么，就只能知道是一个张狂。是的，张狂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底牌。对，有没有什么带个传送什么，就怕你开了二阶，哎，我挂飞直接一个传送，嗯，头还是比较痛的。嗯，现在九梦图压在这应该是卖掉。是的。那现在看一下啊，熊者也没有防，还是硬着头修。那现在这么打的话，看看阿福能不能把握住这机会了。就往木屋走，看一下。ACT 是真的就想卖了宝瓶啊。对。那现在加起来算上机子的话，差一台半。他们确实可能算拆技能拆对了吧，也没有说防一手传送什么的。是硬着头皮修了很久，所以密码机追回来了一些。是的，毕竟闪现已经交了嘛。嗯，对。前面准备夹一下啊。这个位置，你看，再往大门带，想把小木屋的遗产解放出来。是的。哎，追回来，拿一刀开二阶。二阶是肯定能开的。对，再把虫控回去，一个坟场，就看阿福这一波了。有两组雕像，铁魔说法，翻墙。先把这个清了先。对。不控虫吗？控了。那这样子阿福继续绕的话，这个局对他说不太妙啊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密码机已经修到接近只差半台了。是的，他如果能在修好之前再打一波收益是有机会的。不过对他来说能够保护品也可以了，因为军工厂这张图嘛，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劣势的 BP。 对的。又夹了一下黎明，手上闪现快好了，应该留到开门站用。嗯，是的，应该不敢交。现在密码机最后的半台密码机已经开修了。对，黎明这波牵制很久啊，他可以说是把先知的叉的牵制的时间都来一个合成，再强行过板，甚至被砸头了。这样子的话还能牵制啊，往前面走。这有没有可能牵制到不会倒地，直接通了？直接通电了。你看现在密码机已经多少了？90了。对，好了，已经好了。一波合成。前面应该是翻个窗直接亮了，这翻窗直接亮，夹倒就亏了。哦，还行，翻过去以后倒的。翻过去了倒的。对。是的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门直接交技能贴。应该是想让求生者开大门，这里怎么贴着小门啊？求生者一开始贴的是小门啊。对，而且狐狸是跑到中场再次跑回小门，那这波有点亏节奏。要换追吗？不过狐狸是有两个钩爪的，两个钩爪。他能牵制，如果能拖到门开，但是地窖点离他比较远。是的，他们这一波好像没有排地窖点，狐狸是往厂房强转。是的，是的，那前面还能再勾一波，这样子要考虑一下。有闪现啊，这闪现躲不掉，要勾了。哎呦，完了，出大事了！前面这个板子还没有踢，那如果阿福敢踩板，他顺便看了一下中场地窖。对，不敢踩，他得要往他另外一边逼。如果往另外一边逼的话，就能走门了。这个位置，这时候手上还有一组，只有九梦图的一个球果中，一定要拉！这哎呦倒了，好了，那没事了。是的，那没事了。看看这个球怎么说。但这里阿福不敢挂，他怕被撞救。怕，因为前锋是有化险为宜的。对，没错，往里面挂还有说法。往木屋的方向挂，木屋好像是地下室。哎，这里想控虫过来干扰，但是虫子的进度马上就要消失。是的，只能控一会儿。挂在人皇。摇下来，人下来，人补个大球撞吗？好像已经看到拉球，拉门里去了。哎。
有没有可能往木屋的地焦点靠啊？我看到，但是二阶雕像呀，而且没道具。对，而且他没有，没有钩爪了，确实没办法。对，那没办法了。他就看到左下角一道金光，以为大门出生。哇，小木屋就是戒指，然后还有第一个是麦克，对，第一个是麦克。这波会不会骗过去？但是这个点直接走，曲月是直接往月亮门杀。对，因为这个位置他直接走的，他能看到的，因为模型有点少这里。那就等于上来。确实装得很快啊，就是他了，他手有一个技能。这个位置他之前也打过，这太难受了。好像是有看过。那水刀接过，哎呦，好怕，原神还没脱控。问题是原神还没脱控，这是鬼故事，原神没脱控是个超级鬼故事，完了。里面绕过去的话，应该找机会放狗。先听信徒放狗，哦，是原生的狗，哎，他这一波切得好快。原生先放狗，然后再进去把板踢了。是的，这板子踢了之后他卡不掉，他只能再卡一口。哎呦，还没卡掉，这个窗一定要翻，翻了就隔窗刀。哎呦，天。太快了，这个速度，左下角五十秒钟倒地，这真的撞得太快了，有点。我现在不得不说，朱雀的机械是真的有点玄学，有点玄学在里面。那现在曲月手上还有一只本体狗，是可以等着佣兵过来救的时候去逼他的。嗯，是的，看看这就是谁呀，啊？先过来吧，前锋先过来，前锋先过来。卡梦这个位置，要不要直接放呢？还是？我觉得可以直接放了，放了先过半。再等一会儿血线吗？本来就想着不救。对，卡莫他本来就想着不救，你放狗，我给我理由不救了。我直接球拉了，哎呦，想都不用想，就直接拉球离开了。对，甚至不让你补个寄生，卡莫这波得卡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了。是的，再拉一波球，直接拉回厂房。那就是不救了，就是不救了，那就是整体都不救了。要么队友过去补位置，要么就不救了。嗯，啊，应该是纯卖了。他花了半个球来卡了这一波，其实也还可以，因为本身前锋是没有被寄生的嘛。对，他本体主要是本体没有狗了呀，本体没狗，下波没有节奏了。是，下波再掉夹夹桌子，再用信徒去拿放狗拿刀。原生，哇，这一刀投到，差一点点投到啊！不过寄生先不着急，额寄生二包一嘛，但是有三个护腕的佣兵，其实还是比较好牵制的。是的，那感觉回到了2020年了呀。这啊，娃娃。这人飞了，娃娃兢兢业业把密码机给开了。这不啊，这没人捡啊！你看右边道具没人捡，这不严查一下，这个儿子有问题，这还能这样？哎，我以前排位也试过。不是跟你说，这就叫什么欧飞守核？你飞得太过头了，你娃娃这边不得欧一下吗？确实，只要你足够飞，那你的儿子就一定会欧。对，然后现在就看一下，直接来追大龙。哎，这都行，这都感觉飞了好久了都，飞了好久了。曲月过去一看，哎，我怎么有人在追？哎，这边没有翻过去吗？左，他是想翻墙。他是想弹吗？他是勾错了，他肯定是想翻墙，然后不幸呢直接点了，结果是个弹，那直接消掉了一个寄生，现在第二个钩爪不跳了，哎呦，咬到了。不过另外一边还好，用命的信都驱掉了，这个人是能救的，密码机理论上能多修一台，是，但是雪也可以拉出去把密码机给压住，看看下一波能不能勾。哎呦，我没勾出来，能勾出来吗？有吗？我有，最后一口咬下来了，哎，咬下来了，那没办法了，他也勾出来了，还是没有弹出去。最后一台密码机好像是开的沙包的，26%，现在要赶紧贴过来，准备一秒就，因为雪有可能把他的信徒拉出去。是的，他会直接控原生出去吗？对，那这样的话感觉来得及压住的，因为密码机确实不够，而且大门加沙包两边都可以被管到。现在曲月还不出动吗？想守这波乙。是的。那这样原生不过去的话，前锋还是修得很舒服啊。先拿一刀。但是原生在路上，只要原生一拉走，就立刻秒救。对，这波不用卡半的，只要秒救就可以了。因为你不秒救的话呢，给不了那个变换的安全距离。这边，哎，大龙，地拿刀了。大龙，这个位置。啊，这里平地拿刀有点亏啊。啊。回去补个寄生，那沙包修不了了。再空原生回头就可以了。是，也有可能他就是想故意送掉，让你本体过来。对，我让你拉一个很远的距离，佣兵再来救一波，你看沙包不就压好了吗？确实，也是有道理，这不是战术留道具开门战。对，他就故意吃你一刀，然后我存个道具，存个道具开门战，冰块还能牵制。这里可以不用那么快牵的，他可以等到原生拉过去之后再牵的。这一波，我觉得他这样牵有一点的问题，问题在哪？他本来可以本体跟信徒拉过去，是，差不多的时候牵起来，不着急挂，牵信徒过去失常了先。哎，一刀先打到佣兵，先打到佣兵，也要这样子才有机会。那现在曲月要针对佣兵吗？
跟着佣兵跟着走，想要补寄生是。哦，应该佣兵倒地的时候要亮了。哎，五秒钟，他直接亮，那要不要放狗呢？等一下啊，要不要放狗？先信徒，先等，先不着急，因为佣兵手里面还有护腕。哦，果断，这波跑掉了，只能补个寄生走人了，应该。补个寄生的话，那个往另外一边，哎哎，逮到了，那原生应该是把板踢掉进来。进来抢个窗，麦克手上还有两个护腕没有弹出去，哎，被咬断了，咬断了，完了，那出大事了，有一个切传送的机会。这不过寄生先不着急，本体的狗是放了，但是原生这边是可以接传的，是的，传送落地门是只门还差35。这边先控一下时间，不着急，再控本体，等到本体到距离之后呢，再切原信徒，看看看能不能把门给卡住。门好像九成了，哎呀，那应该是开了，应该是开了，开了。但是这个信徒，大龙的寄生能拦前锋吗？这个信徒完了，他出去了，得赶紧控原生，得赶紧控原生。那没办法了，原生也来不及控，因为本体的位置还是会超距，太远了，太远，太远了，平局了，双方握手言和的地局。是的，是的，就当时如果说把看到大龙要出去的时候，第一时间。控母体和原生一起过去，那可能他还是得经过一个两秒钟的切换。来了，一百一刷，这个刷点不错。前面是谁？九梦图，是一个镜像刷点啊，跟但是许愿那把女巫一样。但是也是那个位置，二号位是谁？二号位是黎明，黎明是谁？哎，机械师。确实，这有点邪门了啊！而且阿福也是很心有灵犀的，就是往那个角落。但是阿福，你要知道，阿福他往那边直插，他有可能回头的。插了两个，一个冒险家也在脸上。但是阿福，你要知道阿福是阿福啊，灵性回头吗？又回头了，他在找阿福，是阿福，他在找，他想顺便看一下冒险家，他觉得冒险家在这里，这扫地，但是看到前面结识了儿子，儿子的反方向必是结识了本体阿福，要不要？他好像只能先打儿子了，这波再走过去，打儿子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他想等淬火，哎，五秒钟，自闭已经摸到了厂房去了，现在应该淬火找机械了。淬火结实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往前面走，淬火一亮，手上是传送，而且他是把没有带闪现，是带传送，带闪现带传送，那他是开局一定要针对结实打了，因为除了结实之外，他没有闪现很难秒了。哎呦，第二甲很快，反区有没有？黎明，黎明，第二波走出来，哇，又躲掉了，躲掉了，前面还有一波，带防御波，一吃尸体刀，哎呦，秒了，阿福这个时尚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敢这么打了。太自信了，你看一下密码机，就是冒险家，我手上算你摸了半张，但也就半台而已嘛。对，等加起来也就一台半。这娃娃有没有办法针对呢？本场过去呗，只能看一看，看看能不能难。我觉得还是干扰其他人为主吧。嗯，因为你娃娃它的移动速度其实是没有衰减的。对，你夹也是更加正常人的速度。想偷一下冒险守墓人。嗯，佣兵已经过来，这边感觉怎么听到了呼唤的声音啊？听到了。石像，哎呦，直接打一刀，很果断。第二下推走，差一点点，稍微拖了点时间。如果推了远了一点点的话，有可能救不下来了。是的，这个位置直接打一刀出二阶，很恐怖。这波分场很恐怖，这波分场如果投到佣兵，讲道理，阿福没有投，还是想投小屋。想要处理儿子，他是想等机械师倒地的一瞬间夹吗？然后去秒，对，他可能这么想。但是分场其实可以投了，要准备了，还不投？哎，不投，那想挂上以后再处理，还是比较自信吧，觉得你会动，我到时候二阶也能秒你的娃娃啊，这样子吗？那现在场上的密码机可以看到，加起来不到三台一个坟场，那他等于少投了一次坟场啊，因为挂上的时间就很，哎，夹到了一下，哎，还有第二下这个说法吗？第二下很急，阿福好想处理掉，阿福合成没有中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他队友应该是压过来了，这耳鸣要尊重一下，守墓人是靠得很近，非常近。这位置二阶师下手里面都交完，只有一套，一下下来先夹一下，再放一下，能夹到吗？没夹到，哎呦，而且没打到人呐，没关系，还是能追上。那这样子还行吧，这波救人对于求生者来说还可以的，不过阿福的牵制很关键，但是接着娃娃应该是能够把密码机给开掉，起码点到就看能不能最后一秒摸一下守墓人，这波来不来得及，守墓人正在靠娃娃，如果能摸血钻没有靠上，因为密码机还没开，六十多，看看什么时候炸机，我要看一下什么时候炸机，我看你看这个时候还在修，还在修，哎，离谱了，我今天的娃娃都很强壮啊，哎，离谱了，还在修，炸了，还没炸，哎呦，炸了，终于炸了，守恒了，真的，你上一局你不炸，朱雀。
朱雀那边对吧不炸，那这边换过来也不 炸。那传送是好像传到了冒险家，冒险家手上100的树叶，冒险家这边要是倒了炸了这局。不过他回头是又去追了佣兵，没有继续追冒险家，没有追冒险家，他可能觉得佣兵是胜负手。确实佣兵是胜负手，其实冒险家也可以是胜负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求生者没有化险为夷了，你这100树叶谁来捡就吞谁。是的，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追佣兵也是胜负手，原因很简单，优势太大了。这个局确实，因为你得要去摸人，摸完人之后呢，佣兵是过半了，你还要把树叶给交了，至于灭了就还是不够的。没错，那其实我们想象中的这个阵容修得很快，结果一看第二个人上椅，怎么才开了三台？倒得比较快。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四台灭霸机，而且修了70，而且就是你在淬火好之前，冒险家他是不敢动的，他在沙包陪着机械师两个人蹲在那边。对，主要是机械师他也没有拖过。这一波爆炸两个，那这边要去针对冒险家，因为他知道冒险家手里面是有树叶的。是的，给一刀，这个距离非常的危险。手上还有一组雕像，马上可以合成。这个门是个绝症的地方。怎么两个人都往这个方向走啊？如果这边冒险家倒了，我还能回去手椅啊？为什么走同一个方向？走完了，这边你出来了怎么办？你出来又能怎么办？你能救下来吗？我等你出来，刚好我出来给一刀就可以了。现在有博恩说法，不敢出来了呀。石像，张甲。就看夹出来了，哎呦我的天哪、啊、有没有传送？我的天哪、啊、我直接回去。对直接走过去，刚起来，顶多刚起来。那起来我刚好再处理掉你，很舒服呀、啊、对，没错，再回去画守墓应该是刚起来。起来了，提前预判了个石像，就在脸上给一刀，然后再回来画守墓、也走不了，抓了。我的天哪、啊、自信啊，这就是这个阵容也敢选雕刻家的阿福啊、对，他吃就吃透两点，一点就是届时会被我针对，嗯，然后我坟场一直去处理这个，我可以不用带闪，对，我坟场可以一直去处理你的儿子，就修不了那么多了。想象的密码机就没有掉，刷点，门出生，脸上是卡梦的前锋，那没有什么看到卡梦感觉，哦，盲夹中了，这一波是一个远距离盲夹，夹到了一下，那卡梦翻窗。应该是直接进入追击状态了。我刚想说看到卡梦可能要换，但是这边的那个坟场那个石像确实那么的准。许悦不想换了呀，许悦他这就要四抓，他一定要见谁逮谁，而且还要快。对，卡梦是直接交球，不给机会，拉四合院好稳，直接拉剩四分之一的球了，只剩四分之一了。那这波到四合院还有一波博弈的机会，再来一个反弹躲掉。是的，第一夹虽然说很快，但第二夹没有续上。再往大门走，大门没有队友在修，还行。这一波横向石像空了，前面还能进个窗户，但是闪现的时间快到了。就是只要闪现好了，能处理掉，对于曲月来说都是有机会的。是的，不过他不吃甲，他只吃刀的话，那他就很舒服了。对，你看，就你虽然说吃了个甲，但是你还是要打两刀。是的，没用的，只要你后面没有这个甲的话，哦，直接闪了，上头了，很果断。一定得要这样子的，不闪不抢节奏，可能这个局就无了。就看这一波盲夹有没有说法，前面的板区。哇，哎呦我的天，密码机现在是两台半，这个局对曲月是有机会啊，因为他雕刻家张皇土牌的雕刻家呀。而且这一波求生者可以过去压着了，去压着，但是不一定要救，压到遗产了，那就有说法了。那这遗产比较多啊，80多，通缉到了空军，空军也被知道，空军也不好压了。空军要过来，空军这波被拦，心里应该是准备来一个声东击西。是的，有没有考虑直接交枪？哎，要补枪，要补，一定要补。好补了，让前锋有一个26的机会。对，如果他不补的话呢，前锋是拉不开的。卡梦继续拉大门废墟，还没有二阶，还没有二阶的话，只要没到二阶就好了。这波基本等于撞救。手上还有球嘛？手上还有球是还可以牵制起来的。等于撞救之后吃了一刀，帮忙扛了一刀。里面这个板曲月感觉要踢掉了吧？还不踢吗？不踢还能再转一圈，这个距离拉得很远，把它压出去，只能这样子。你不踢这块板的话，一定要把卡梦压出去。是，但下一步卡梦可以交球去。这里窗台又好了，继续拉到板区。板区这个位置有个博的机会，哎呦，博到了吗？盲夹到了。但是还是得要再来一下。还有一组，这组没有夹到，前面有个窗，这波机会是很关键。还是没有夹到。哎呦，卡梦在骗我，假装翻，但是我没翻了。是的，就是双方的一个互相心理博弈。是的，卡梦一直在骗。对，然后再拉球，这样子的话，把你说石像交完之后，我再翻窗就可以了。对，我把球全交完，再翻到下一个窗户去。哎呦，卡梦他这个牵制，90多秒牵制是有原因的，他牵制真的思路很清晰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我先假动作把你雕像逼完，我再去。你看，哎呦，这种博弈。
拿捏，好吧，这也是只有前锋能这么敢这么搏了，换个别的角色可能就不好搏了。是的，总算夹倒了，但是这一波第二波前置你想要做，感觉比第一波还要久很多。这个时间太久了，空军这把枪真的很关键的，因为他的枪的僵直比其他人拿枪开的加僵直要9%-30%。是的，现在只扫两台20的密码机，感觉这把甚至可以去拼一下三跑啊，对朱雀的熊子来说。是的，密码机够的，但是哎，空军有危险，不能倒，哎，不能倒，哇，倒了，那没有人，少一个压机，那这边应该是往就看两台密码机的距离在哪了，很远，兵患得要交钩子，交个钩子去抢，对。这边要死扛，扎包废墟。兵要交钩了，兵换不交钩吗？交了。那前锋还差一下了，很危险。这边闪，冰河闪也行，冰河闪也不亏。密码机还没碰到。对，冰河闪还可以，不然的话，如果这波倒了，我这边底牌切过去，那边密码机还亮不了呢。现在的话呢，把它挂了之后，看看能不能抢亮，应该是能抢亮的。密码机90，有破译加速。26，一个分享投过去，这边满血总不可能秒了吧？哎，先夹到一下大龙，再抢点。能亮吗？亮了，应该是能亮，所以都亮够了。然后让空军满血再亮，是的，非常的细节。通电以后，大龙手上还有两个钩爪，哎，走到脸上来，但是故意的，对，没有故意的，没有挽留的话，我根本不怕你啊。大龙直接过来亲了一下，然后就往回走了，直接在刀尖上跳舞。哇，直接往这边走，这边门是开的，天空开始秀起来了，天空，哎呦，丢掉了，还能躲吗？讲道理，大龙怎么？你给满血的人扛刀啊，大龙，真的吗？他觉得自己有钩爪啊，我可以扛到，我再勾走嘛。对，那这个位置讲道理，不是？哎，怎么这就很和谐的直接走出去了？你没时效，你第一时间给刀也早点给刀嘛，不行。那这里踢墙出声，啊、你看是谁？感觉是机械师的问题了。所以说这不是、哎、没去，哎，没去呢，我、哦、还是去了，还是去了。这怎么可能不去呢？就是这个点踢墙出生，一定去小木屋，一定会去小木屋的。这里盘到是连人带娃一起架住，我、哎、这个位置得要提前放夹预判夹，没有夹到，再来一个夹，夹到吗？没夹到。哇、哦，那大龙这一波有个窗台进医院的机会了。嗯，是的，能拉进去医院，就摸前面这个有个封板的机会。是骗了一手。是的，再进去前面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夹到了，夹不到也能拿一刀。哦，没夹到，但是抽刀了，也能拿一刀。是的。这个刀进医院直接踩，因为它有踩板嘛，不用绕。对，那这传送快好了。对学员来说，他的传送可能就不太好交出来了。是的。但是上楼的话，杰斯也没那么快倒，还能玩很久，感觉。前面一个板子，他可以吃一个石像，但是他不能吃实体刀。哎，张皇好了。哎，想抽一刀。对他觉得大龙可能会回来下板，但大龙直接就走了。对，拉近了距离，跳动。再跳，哎，这个位置可以偷袭。大龙怎么想？大龙没有下。哎呦，感觉很了解缺的心理啊。对，大龙，我就觉得你觉得我会下，但是我不下。是的，然后缺原地抽了一刀，也是拉开了距离。对，让他再翻一波窗。那现在密码机加起来两台了。娃娃还在那呢。对于结石来说，两台了很不容易了。这个板区的交互还是没有中。哇，大龙，我是就不拍板，我就不，对，我就不，看到没有，我就不。而且曲月就是真的很怕。对。那这一手要来偷袭了吧，大龙？要偷袭啊！这一波一定要偷袭啊！偷袭。哇，完全拿捏这个心理。你猜我过了三个板，我还会不会拍你？对。对不对？就在你刚放下防备的时候。对，我就拍你了。确实确实，那要三台密码机了，机械式牵制三台密码机，我的天！终于是真的吗？不能送政策，终于是倒了，终于倒了。就我相信你，相信的那么认真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对，绕了这么多圈。对，大老师这边的预测你看看，这一波70，三跑加四跑的概率是达到了70多，70多，我天啊，这。还好是压到了天空的一台一铲，不过这一波可以化险为夷，带走人没出问题就 OK。嗯，这边吴勇直接卡木过来偷，哦，无伤救了，前面夹了一下，那没有化险为夷，感觉还是会架住啊。架住归架住啊，这掏了总比没掏好，确实是这个道理，好吧？而且还没到二阶，对，速度还没到二阶，天空这台。其实完全放了都可以，就是不救了，完全放了都可以，等他飞了之后再说。对，大龙是谁不认识？那你这里来搞天空，卡梦又跑过来给你偷一手，很难受。对，看看偷不偷了。卡梦好像没偷，跑废墟去了。跑废墟。里面不是有守墓人吗？麦克去偷啊，麦克。哦，对，总得有一个人偷的吧？鸟龙的秒就一定会有人收到。
那还是没有化险为夷，因为这把他们四个都带着双弹，但是不救白不救。对，你救的总比没救好。对，你扔在那，那我就救一手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来再来一波，又来到这个，又来又来，我扫了一个板子，还这一波博弈难道还能博到吗？我，哎呦，哦，好吧，那夹倒的，夹倒，夹倒的啊，夹倒的。那密码机感觉马上看看夹好了。其实就差佣兵脸上这台密码机，佣兵的面积一亮，其他都能亮。是，佣兵这台可以开，而且还能逼取悦过去交点道具。开门战三个人，观众朋友们，而且守墓人还有两个三个人，两个接通电，两个护腕直接亮密码机。取悦虽然说有传送，但是他没有挽留。哎，这里看到的是魅客守墓人的脚印，那守墓人还有两个铲子，无所谓的。卡蒙在点小门，那这小门。理论上来讲，时间是来不及的。嗯，魅客直接下铲传了小门，还好是没有化，没有挽留啊。你要是挽留就拿到。哦哟，这里是一刀加两炸。哇，一口气两格伤害，认真的吗？再一夹就没了。那卡蒙应该是不太好走了，一夹就没了。但是问题是，朱雀他们这把只要平局就够了。对，没错，他平局就终结了。对。卡蒙那个点还在躲，地窖的位置合成没有炸到，没关系，现在印记应该真能刚回。地窖已经开了，一刀挑地窖，这一个刀切哦太长了，卡蒙也是卡准这个时机。这里的话，同样的一个刷点，踢墙去小木屋，小木屋里面是自闭的心理。对，那追这个阵容追心理其实很不舒服了，因为他要打三刀，机械师还是可以爽修。如果开局有结石的话，我不会去追心理学家。对，因为这个角色要多费一个五十一点就是。而且他挨刀的话，就是也影响不到机械的一个修行嘛。啊，对，没错，第一时间影响不了。现在哎，可以加注射了，这个脚印这么近，进医院直接找到了，那找到的速度还挺快的，但他好像没看到是谁，所以没交注射。啊，对他不敢交，骗红光。但是黎明也很稳，直接往两百英窗拉。你喜欢骗是吧？我直接往外面拉。对，你卡的是你自己的时间。但是他们往儿子附近走呀，这不对劲啊！儿子在女神像吗？这里两层是一架，三层第三层一抽，哇！这波心理拿捏是。看他机械师儿子在哪？对，他为什么往这个方向走呢？哎，第三层还能用上，然后再加一层四层。哎呦，还往这边走。还有五层，倒了，哇，秒掉了，而且这一波。这不能看到娃娃吗？如果没看到的话，应该是挂两百一窗了。刷新点感受到了，刷新点决定的位置的。对对，往这边一挂，哎，而且能不能看到呢？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，看到了。哇，早就看到了啊！天哪，季节还在往前面挂一点点。是的，是的。哇，这波太舒服了。你看一下密码机多少？现在六十秒打倒，然后密码机加起来只有一台啊。对，你想想，娃娃还没了。他这把可不只是保平了，感觉这种局蜘蛛就很恐怖了。对，下一波你卖不卖？你卖，我囤十，我一百点就是冲过去，谁能挡我？确实，谁能挡我？闪现还在手上，你救对不起啊！你救的话呢，密码机也不够，而且你还有可能双倒。对，其实前期不得不救，打蜘蛛是一定要救的。哦，但是这口尸还好是躲掉了狐狸。下来以后，黎明是想离开废墟，废墟应该是队友的遗产，先抽一刀，养成。三层波板没关系，过、哎、没有过，还是求稳了。哎呦，没事，交闪吧，不行交闪吧，省蛛丝。那前面黎明再蹭两层丝的话，我觉得交闪是最好的。完了，刚才存下来丝全没了，先吐一口。吐一口那也行吧，那走不动了，交完走不动。还放了个娃娃扛刀，没有扛到，没扛到。那牵起来你们再打一秋刀美滋滋。这波哪怕是。多拖了一会儿，但其实密码机的进度也不多，一共加起来两台半。是的，还少两台半。现在冒险家手上有一百的书页，哦，那就少一台半了。还是缺的很多，因为这波你救不救呢？一个问号。对，因为而且你这三台密码机你分散的很开啊。是的，不是你要补的话你要跑那种。对，脸上压着九梦图冒险家。对的，得过来救人。这应该是发现了，先吐一口。一口吐到了吗？给刀。接下来开个博化险为宜，哎，哦，没有管冒险家，还是先处理黎明这里，一刀又抽到了。阿福就是保平啊，你想一下，保平就能有净胜，保平净胜，而且这个局几十把，冒险家放在外面的话呢，嗯，开门战还不好说的。你修你的嘛，我开门战针对你就好了。对，没错。而且他开门战还有个心理也可以针对啊。是的。
这个地方。不过九梦图是不把他输液交出去的呀、啊。嗯。想要留着输液吗？他想留着。不可能。最后一台直接秒吗？不行的。交了一点，交了一点。他不交不行啊，因为这边如果挂了之后呢，把你给处理掉怎么办？把你这身上的一台密码机给处理掉了，需要赶紧移情。移情给移佣兵还是移冒险家呢？佣兵，让佣兵救人。对。冒险家其实基本上，你移情给冒险家，他一样会倒的，只要发现他。哎，不过九梦图这个地方地下室了，一口，我阿福也很稳啊，我就硬是不出招，对我吐不到，我补个闪。你想一下，阿福根本就不着急。对，地下室还有一个，直接把这个69的七成的输液全压着了。是的，他叠地旋胶，他地旋胶了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拉走了。嗯，没有化险，唯一的话，蜘蛛手地下室还是很有说法的，很恐怖。还好，佣兵是什么？第五造子龙呀，地下室七进七出，确实如入无人之境。就看他卡的一个位置嘛，卡的位置好不好？是阿福这波底下很有灵性。哎，太高了，没蹭到，能蹭。上面找一下佣兵来的位置，这里狐狸应该是从。门口弹进来吧，没有选择去门口吗？我、哦、还是去了。哎呦，那个方向不好进来的呀，那个方向。不是，就是他等压满，太奢侈了吧，阿福。对，好奢侈。这就是。出了一口，出刀了，有钱的感觉。再蹭个加速，想打落地刀，没打到。但是狐狸马上要弹下去了，感觉。哎，他蹭死了，准备吐他，这波可以吐他个三层，就让他靠不了椅子。能吐吗？吐中了，卡位。不卡，直接打也行。打也行。那这里再等一会儿呗，等一口吐。哎，直接出刀吗？那也行吧，反正还有个闪现在手上，对，反正还有个闪现在手上是肯定有的了。闪现一刀，哎，急了，急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距离进不了板。是的，这边还是要倒，说明还可以减刑，减刑最稳，减刑有耳鸣，找佣兵，有耳鸣直接减刑，对，然后再往回走，就看佣兵现在怎么办了，说明一个护腕，而且冒险家是直接挂飞，看一下这波能不能盘出来，他要猜位置，大门走，大门开了，要猜位置，哎，耳鸣丢了，还往大门走吗？得回去堵了，得回去堵了。完了，明丢了，他、还有一定的机会，就是回去。他佣兵在往女神像走了，对他往地窖走就可以了。这边移情先把移满了，然后再让他随便走。你想一下，确实满状态的佣兵嘛。当他耳鸣消失，他应该是回小木屋的，因为不可能往前面走的时候，我往前面走，你也往前面走，耳鸣会消失的，是很少的情况的。就是你往前走，你走不过我的呀。除非你交耳鸣是不可能消失的。我移情给你满血，对，这地窖是肯定的。不过不影响，对阿福来说，只要平局任务完成，而且他的小净胜局也拿到了。哎，对，只是自己数据可能没有拉上去。